六根之聚，所以这个经又叫法聚法门，就是六根六尘都聚在一起的法界佛门。那这六根六尘呢，都是以智性清净心而起的，这叫一识境界。一识境界下，这一识境界下半部才讲啊，因为一识境界为我们根本，根本，一直一时境界产生无明，有无明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法界性，不了解法界，六念思维，错谬的妄想分别，因此就先妄境界，妄境界。因为有妄了，产生取舍，好的想取，执着不舍；赖的想不沾边，办不到，这叫记业所感。你过去的因缘跟现在的因缘感召的，有生的耳眼耳鼻舌身意，有六根。内以这眼耳鼻舌身意，外呢对着三生相位出发，六根对着三生相位出发，六尘在这根对尘中间剩下十，十是分别，就产生六识。要是合乎你的心的，顺你的妄想的，你就高兴，这叫顺缘。不合乎你妄想的，你讨厌的，你又离不开，那叫违缘。乃至于也非善也非恶，也非顺也不随意，那就起变化了，那叫无记。无记完了而生变化，这十八种，一共是十八种，所以此经叫根据法门。六根六尘六识相聚，加一个根本无明，聚在一起了。再重说一遍：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跟对尘什么作用都没有，但是中间有个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这个六识在这个根尘当间分别了。喜欢的想得到，但你不喜欢的想舍弃，想得得不到，想舍舍不掉，这叫烦恼，这叫烦恼。因为这个沾察善末经，你所造的业，不论善也好，恶也好，你离不开这十八种。所以这十八个数啊，每一个数
就是你的根尘相聚的，它还起变化了，对，十八乘十四，那就一百八了，加十四一百八了，一百八加你现世的，一个九个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三相五浊，啊，根本无明不算了啊，是吧？加现在这个是吧，189种，是吧？当那个总数字是这么加起的，是这个数字。这个你要想学，得拿那个轮相来跟你学呀，详细，大概讲经跟你大概这么说一说。说地藏菩萨说啊，要我末未来世的我的佛弟子，未来世的一切我们佛弟子，为什么是专说佛弟子？根据法门只有佛弟子用。说再将拿这个当衣钵形象去用去，不灵了。我们这是观宗用的，是闭关用的。那他拿去了，跟人相面拿，他能用？他能用吗？用效果也没有啊。说想拿这个挣钱，那办不到了，办不到了。说那么出家人想挣钱，那叫非命活。那卦也不灵了，那也不现了，不会准确了，一定懂得。如果我们拜完占常伦，拜占常相，会用占常伦，别人请我们，地藏菩萨准许给人家做，利益众生嘛，叫做千万不能收钱。如果一收钱了，不灵了，不灵了。这个呀，要想学的时候，单单特别讲，在座上没办法跟大家讲，说的让大家明白啊，你知道这十九个轮相的来意就行了。说未来世那就地藏王不都就说我们这个末法时代了啊，要未来世的诸佛弟子，说的很清楚啊，必须是佛弟子，未来世佛住弟子，起码得三宝皈依三宝的，出家二众在家二众的，那你对于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果报，现在身所受的这个所受的是报，你不知道你的因呢，为什么他我这身体这么不好，有的某道友一生都是病的很多，身体不健康的，那为什么？你问一问吧。你过去杀业很重，身体很健康，学不进去，没得智慧，你也问一问吧。你过去造的业很多，今生没智慧，那就拿轮相治一治吧。究竟照了什么业了？是身口意哪方面重？你重点忏悔，完了你治这三个轮相，把那个合计的总数，轮相所现的总数，你观察，观察之后就明白了你的善和恶。这类故事很多，可惜他没不会论，不会用轮相，也不会占场。在唐朝时代的时候，五台山的大庄严寺、大华严寺